我的栏目。十五岁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平凡普通、性格蠢萌、完全不起眼的吃货少女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他叫刘一峰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平凡人生中最悲惨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家伙从来不把我当女生。你一个大老爷们穿什么长裙啊？裙子是女孩子穿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童话？真不科学。这是我吗？我变女神了？倒霉让你太棒了，刘一峰！刘一峰完全没有发现呢，被美女搭上开心死了吧？现在由我们来揭晓纪念舞会的幸运女孩，13号阿紫。有了这副漂亮的外表，人生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她根本没这么好看，从头到脚全是假的。她被你又爱又丑，根本没人会多看一眼。我也有愿望的，我这样的女孩根本没资格幻想什么奇迹吧。蓝墨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孩，在我眼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